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好久了。那我一直靠在你身上。嗯，脑袋还挺沉的，压的我手臂都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不耽误我洗小精。你一天没吃饭了吧？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？好啊。想知道怎么给人开脑吗？怎么开？先把头发剃了，然后用乳腺去前后拉，锯开头骨，移走骨瓣，剪开硬脑膜，找到肿瘤的位置，去掉它。手术就完成了。 你是故意的吧？但可惜，这丝毫不影响我的食欲。别动，被你朋友看到不好。 小心着凉。